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大爱人物志，我是阿明。先来用热情的掌声欢迎来自台中五期的慈济一家人洪玉陈师兄，华夏过来后，还有大家师姐刘秀凤师姐，还有他们的二女儿洪一君老师，还有三位亲友团，感恩大家一起来，谢谢谢谢。好，咱听讲啊，360行，行行出状元啦，啊，其实行行毛咱的主神甲委员哦，咱先来又看卖孙也是。多一项的状元，先来看伊的手，互你摇看卖，摇会出来袂？手淡薄啊，嘿吼，孙兄做多一项的？乌手的。乌手，甲大家报告，13岁开始，孙兄就有识啊吼，啊做这个修理车的工作已经44年了，今仔日站场吼，他一生的荣耀啦。捌得过2届模范劳工的表扬，民国85年1996年，啊，过这个。2006年都是优秀劳工表扬，但是过去虽然功夫真好，不过伊煞是有一部戒歹，爱啉酒啊。伊讲哦，那是无啉，敢那拢无精神啊，所以讲逐工拢啉啊，醉茫茫啊，连啊有时啊，开车开伫外口忝啊，伫外口伫车顶困规工嘛慢的吼，啊嘛啉啉的伫外口倒伫路边困嘛有啊，啊连因水某的吼。翻灯工就要去大医院破病，就要开刀啊！伊嘛赶快啉来骂西骂西啦！啊，这款的人啊，后来我都改酒一摆做者做志工，而且人人改俄罗斯没问题，师兄嘞，咱来看洪玉成人生改变的故事。我是一个在修理，啊对啦，叫大货车，叫顺船车。本身家己为恁妈个事，个师傅后面忙，干后面忙，所以一工的收费本也较少。这一工收费爱1500块。站在台上分享的这位就是无锡地区的慈济职工洪玉成，在33年前还是小毛头的他，从高雄带了30000元来到无锡地区打拼，凭借着乡下人苦干实干的精神，现在。在无锡，他拥有一间大型货车维修厂，但就在事业有成之后，他却染上了嗜酒习气。哎，头壳拢不管是拢安忙事事啦，拢安，哎，都透早爬起来就，都，等我啉袂够精神安尼，较早我啉啉啊，都会大落困的。我甲迄司机啊，两个采一罐过来，这样啉一罐，咱两个都待遮外口遐困。洪玉成以轻松的口吻述说着当时喝酒的生活，现在听起来虽然好笑，但这样荒唐小事却在太太刘秀凤的记忆中留下令人难忘的回忆。我一直在12年前遐吼，就是医生诊断讲合作胃平滑肌瘤。第一次开刀的时阵吼，讲起来那真那个。我医生给我建议讲，爱去打大金病医检查。其实伊无陪我去，伊是吼，迄暗吼，阮一个合作报告出来，阮陈女儿陪我去的，按女儿等下甲爸爸讲，爸爸要个忙死死的，忙死死啊！我隔天要去住院吼，伊还阁唔知，啊，东海时阵，因女儿甲讲哦，妈妈要去开刀了，你为什么还喝酒？哦，啊，当下伊就真诶清醒开了，伊讲安尼我唔敢阁啉啊。嗜酒成性的他，因为妻子生病的震撼，让他下定决心好好戒酒，重新清醒的过生活。哎，要玩大海台喝酒无？大海是别人，差足够侪哦。就该这样，我以前系统的无吼，甲即卖查有够多啊。啊，参加朱姐了，整个走出去就是那阵大家系啊，不是应该出的，好嘞。早晨7点多，已经收回一趟回收品之后，洪玉成在工厂后方的小小回收区中，带着公司年轻员工一起做回收。你去提一个乌的袋来啊。那。
对，是这种。在车辆尚未填满修车厂之前，马不停蹄的洪玉成再度带着员工赶到回收站，协助运送物品。你也退了，这退了。我这样的形容啊，这样的形容，我等你溜了吼，这方便。那球球还这样，无带背。我有时候跟他开玩笑，我跟他讲是没问题，师兄啊。啊，我想讲洪师兄。啊，我今仔过咧听做生活呢，啊你吼，等下若有闲来载，伊拢讲没问题，啊，所以吼讲开玩笑，拢甲伊讲没问题，师兄。戒酒之后，洪玉成的人生多了很多时间，也深入的参与瓷器活动。戒酒后，让他了解酒精对他的伤害有多少，更因为这样，他总是透过工厂内的实戒来告诉好多朋友戒酒的好处。那个是去开玩笑讲，伊啊几届无法当收，我是有当时也招司机来倒车，来做咱的迄落嘛，啊有倒一个出来同样，咱的司机啊，司机来我咪打讲，对，哎我真好朋友我咪打讲，我较早我打讲哦，都大人是囡仔无，你敢？爱恁囝啉烧酒，你一定阮也无爱恁囝啉烧酒的，啊，所以你无戒恁囝，到尾戒对无？真的是哦，父母是孩子的魔啦哦。师兄刚才语重心长的说出他的心里话哦，那许多人若无做好的魔，有时谁买恶啊？啊，不过真感恩啦，过去你的迷茫啉酒的日子啊，无让你三个囡仔受影响，对不？是这。三个囡仔拢真有成就呢，两个做老师的吼，啊一个嘛伫上班了，对不？过工作真好啊，孙啊，好佳哉吼！哇，啊你前奈只爱啉嘛？做乌手真忝呢，啊一啉诶啉诶，够好困了啦，啥啦？精神较好啦。无爱算啉烧酒啊，对这脑那拢会刺激。然后呢？啊，就安尼。感觉算较有困难啦，是这。伊安尼啉对恁厝内经济有问题无？平常时我是拢无咧甲，搭插伊私人的迄落啦。阿妈是安尼过。你家己当做牛哦，放牛食草，伊出去啉，你拢歹插伊，你拢没有在管他哦。你是信任他还是？对啦，就是伊也袂去花喝酒。喝花酒啦，哦，对，哎，无其他的歹习惯啦，跋啦，没有，剩啦拢无啦，都敢爱啉命，嘿啦，所以你就一天过一天，一天过一天，对，啊，直到什么事情让你痛下定决心想要改啊？这讲的是我那师姐啊，开刀了后，啊，佫去咱的咱坐列车吼，啊，去精舍倒来吼，啊，听的。师兄去分享啊，讲伊安那戒烧酒啊。安尼，就是恁师姐十二年前胃开刀了，啊，恁有机会规家伙啊，带出来等于花莲瓷器列车，啊，伫车顶有听人伫分享。对，听到啥？听到迄较早时也阿袂记捌煮者，啊，唔知影名啊。啊，科科所师兄讲伊话拍无话迄落。啊！蔡伯上师兄讲伊话，一暗啉偌济，伊嘛法通解，安尼啊，倒来，慢慢就是司机也要招要啉，我拢会答讲啊，人只要要行住者啊，烧酒袂用个啉哦，啊，我也有吊一块十块，啊，都比我司机看。安尼，今仔日哦，我看影片，唔知影块牌啊，遮大块啊，今仔请孙兄上来，佮知影讲，哇，乡亲啊！这想下你诶，这地是伊大家义卖啊，一个孙仔送我。送你诶，嘿啦，这甘心，知影你有够用。对啦，唔是讲有够用啦，用会丢啦。用会丢对啦。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这你就想有好，想对会丢啊。啊，真正安尼更改讲人，请看墙面上实际实际，人都袂甲你招啊。对，伊都袂招啊，咱嘛袂去买啦。较早人想要啉，人会家去干，啊师傅嘛会啉，啊咱嘛有啉，啊咱无啉，只师傅拢袂啉。哦，除非人客伊干来啊啉，伊会叫伊啉，啊有时啉一杯啊。安尼哦，袂啉。大家想说，
就实际实际就这些字真的可以让一个喝酒这么多年的人说改就改吗？师兄私底下偷偷跟我讲，其实有一间阮宿舍无得咧，是了，我看半行的有酒池啊，我嘛心喵喵咧哈。是啦。迄个是安啦？迄个都暗时啊，师姐去做志工啊。哦、吼。啊，咱想啊，无人滴也无，再一个，停一杯啊，啉，又搁停来讲，啊，咱家己去做培训的，搁啉的啊，家己都无纯正信主啊。哎。啊，想啊，即坑啊嘛，迄个倒就倒啊，然后达倒。倒掉了，规啊半行拢改倒掉。哎呀，迄阵你已经修正啊？修正啊！你看，人要改变，还不真的是意志要坚定啊？都受证了呢，成为上人的弟子呢，还承担培训干事呢。嗯，探书这一步对了，月黑风高啊！倒一杯出来啉看卖，好家仔，好家仔，实际实践又想出，又浮上心头了。然后你又觉得说自己有使命感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所以从此。再也没有喝了。哎，对对。好，阿吉派爸爸改变这多，尤其酒的部分改变了，你看他有没有比以前更有精神啊？没喝酒精神更好啊？有，比较更健康一点。阿尼哦，嗯，啊，没有喝酒之后，跟这些员工啊、跟朋友、跟你们亲人的互动有没有更好？更好，有啊，有更好。有更好。哦，尤其是爸爸上次妈妈开刀的时候，十二年前开刀的时候，你妈谁妈谁也不知道啦。嗯。但是听说师姐三年前又生一场病的时候，爸爸彻底改变了。嗯，没错，他就是在每天晚上要睡觉之前，他都会去我们家三楼的佛堂，然后自己在那边抄写心经，然后向菩萨祈愿说希望我妈妈更好。然后在我妈妈开刀的那一天晚上，我们都在外面等待开刀的结果出来，我爸爸就在那个就是等待室那边一直念那个药师经。哎呦。十年以前，伊开第一届刀的时候，你阁未目熟啦吼，浮沉在酒海中啦吼。但是三年前师姐生了这次病的时候，你已经成为佛弟子了嘛，上人的弟子了，你知道要如何用什么方式来为师姐祝福啦？吼，这两届病哦，老实讲，对书这有什么影响，有什么改变？当然嘛有啊。我的身体呢，尤其十二年前，整个胃是割掉了呢。三年前又是得到癌症哦，这对夫妻如何面对这样的病痛啊？心不惊。而且把握当下，更做慈济哦。等一下三位亲友团也会来见证一下哈。在下面这段影片之后，我们再来看看哦。这对夫妻一大早就出门了，做志工哦，五点多就出门了，做什么志工呢？来看看哦。适逢周五清晨五点十分，彭玉成带着妻子刘秀凤，沿途接载几位志工，前往清水静思堂担任福田志工。天色未亮，洪玉成与志工们忙碌地打扫着静思堂每个角落。众人快速地完成工作之后，一行人又再度驱车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。大红，你要帮啊？来了。脱下了志工服，洪玉成回到他熟悉的修车厂中。在这里，除了回收站之外，还有一件事情是其他修车厂没有的。我打开牛家哦，伊我来拢煮熟食的啦。嗯，十外年了哦。本来年前是迄个有一项肉啦，啊恁那里啊，即卖拢到家拢改变拢。阮头家牛甲头家拢做人足好个啦，因真正因爱凊彩工人吼，拢无咧分头家辛劳，拢足好。啊，你咱一顿爱煮偌济？几个人食？是无人个啦，啊，搁有时啊司机来滴来吼，阮头家牛甲头家拢会叫伊来食。你讲会卡司机安尼？每天中午十二点，洪玉成特地准备了不一样的午餐。提供给厂内的师傅，还有前来维修车辆的司机们享用。除了身体力行如素之外，洪玉成更不惜成本的提供他人素食餐点。无形中，这样的举动渐渐影响许多人。啊，你是他的客人。对对对。啊，可是你为什么愿意跟他们一起吃素？哎呀，弄久了。以前都是会有一种肉啦，现在
全部输。他看师傅了，因为师傅都心都已经，可能都有改变了吧。嗯，师傅，你们为什么都愿意中午配合吃素啊？因为好吃。别人的一天只能完成一两件事，但洪玉成的一天却是相当充实。今天傍晚，洪玉成快速沐浴之后，换上慈济制服，前往清水静思堂准备岁末祝福布置工作。你这是我来的，我来的。安尼主要是要啷看到？咱看这啊，咱大门在到，一只，大只，大门一只，嘿啊，啊这一百，啊这三百。两位师兄而已哦。现在在楼下。拢因是讲，因是讲彩排王甲咧布置啦，啊这彩排王甲布置恁都无法度人，人好迄落啊。从每日沉迷在酒精的洪老板，到现在变成志工身份，一点一点的转变，看在妻子刘秀凤的眼中，有着诸多的感动与喜乐。师兄一直是比较注重于工作这方面的，他很负责啦，就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，啊，就是比较偏重于工作方面，嘿，啊，慢慢来的。都安尼投入公益的哈，就有时间去付出，这样他的个性一方面也是改变很多，对人对事啊比较有那个包容，还有善解的这方面心态。伫咧家里组织进前哈，个性甲袂讲很会替人家想，啊，即马家里组织了后承担一挂工课。啊，看别人的迄落，就是那家己以事来练心，啊，就是可以心情上吼，就会家己会用替人想，啊，袂用替家己想，比较会有一种忍辱心，啊，也比较真听话，比较足听上人的话，这样。从个性急躁。紧迫盯人，修磨到现在，愿意放下身段，多为他人着想。侯玉成从生活来修习，借势练心。即使工作服乌黑脏乱，在内心却是纯洁炙热的。所以有信心、有毅力、有勇气啊，人是可以改变的、啊。以前是啊，饮酒没问题，接下来是做主者没问题，我来做，哇！义军真的可以见证爸爸的改变哦，对不对？嗯，很多人都说爸爸改变，但是啊，家里的人看得更清楚啊。来哦，把咱赞叹这样。哦，我觉得爸爸加入慈济之后，他改变很多，就是像他本来口才可能没有那么好啊，可是他每次去上完课回来，他就会讲很多。我因为我都会问他说，哎，你今天学了什么啊？他就会讲很多静思语啦、啊。然后或是他有像他以前他就抱怨说，哎，他只有国小毕业，可是他现在他都会用电脑啊，然后还会去参加读书会啊。啊呢？对。哦，不要小看自己，人有无限的可能呢。国考也有通啦，要紧啦。书嘛讲唔捌字，要紧，捌字上重要。你即摆拢法入心啊，对吧？书的话，真正对你改变真大啦。对，吼、哦，嗯。啊，家己书讲念经、读经也要行经啊。对。啊，你真正有在做呢？有啦，有。吼、哦，有啦。有家己讲吼，歹势啦。今天是三位亲友团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们才不会家己安尼吼碰风。那真正水田师兄好啊。前任的和气队长，哦，嘛是看你伫组织大汉的啦，吼。听讲以前伊还袂入来组织的时阵，就啉酒捌吼，你看过啊？对，因为伊伫我阮这也是当小隔壁，爱查阮这个遐，含阮这边袂使咧啉烧酒。安尼，来。你妈实在讲，威士忌几罐，两个伫遐咧提下。哎呀，哦，啊啉完呢？啊啉完，啊个阮袂使讲，讲佫带个迄个外口啉的时阵哦，你妈。鞋吼，穿唔着脚啦，安尼嘛咧，搁咧啉啦。我看卖，今下脚也要穿着。所以今下咧，洪师兄吼也改变安尼哦，实在是真正无简单啊。所以你后来伫组织看到你有错一条哇？嗯，真正嘛看到伊嘛错一条。哇！啊，大家拢讲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师兄到底是真正假安尼啊？真正嘛无问题，因为我迄阵做和气队长的时候，我都。叫师姐讲，去甲师姐讲啊，师姐拜托你放人，我要邀请来做
培训干事。你有先跟医师这打招呼啊，拜码头啊。哎，你以前也嘛做协力队长啊。哦，协力组长啊。哎，协力队长。哦哦，伊本来是做协力队长安尼吼。啊，所以以前就一兼两职，协力队长、培训干事。啊呢。哦，你看人安尼学落哦，你家己听了感觉安怎啦？爱做愈济。爱做愈济，安尼好。你家己有感觉就好啊，尤其是哦。拄只讲到苏最近，十几年来两届病哦，尤其是三年前迄个肝肿瘤呢，就是肝癌呢。对，我迄届听讲，你讲甲孙爷讲啊，你有一个最后的心愿哦。对，是安怎？我最后心愿是要个关节拢动，嘿，为自己植福，也希望说将你们的世间财，让上人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。哎，我是惊讲吼，我妈个说偌久啊，所以吼，我最后的遗愿就是讲，你甲我关节拢动，安尼我就心满意足。平安平安，对，啊，今天你讲你怎么做到现在？就是去病院做志工的嘛。对。你安尼家己破过病吼，第一届胃全部拢切掉嘞，啊，第二届肝癌吼，你对家己的生命有啥物无同款的看法无？就是上人讲的，把握当下，会当做尽付出，做到咱最后一口气。安尼哦，孙呀，啊，你感觉嘞？你水无呢？不知道无常先来，明天先到呢。你感觉讲？啊，家己的身体嘛爱顾啊，你讲要叫别人来顾嘛无法度啊。自己要疼惜自己。啊，你看，这是孙兄古年啊。对，大忏悔入经藏的时候，师兄还承担妙手。妙手对。哎呀，你安尼家己承担入经藏哦，入去了，洗一届安尼，我们说啊，洗涤过秽嘛，哈，法譬如水。你自己最大的成长是什么？对，因为在忏悔哦，真的啊，那个众生哦，不要跟众生结不好的缘呐。要结好的缘，都是假受持的哦，特别去按。众生结歹缘啊！无怪你即摆工厂内面拢提供素食吼，即个新罗即个外口的客户来食呢啦。较早哦，咱都像拢讲师傅食素食的吼，较无油车吼，行半坡的腰，实际真较早就会建议啊，我拢较无爱啊。听无嘴个调啊，调啊，叫叫下昼时拢互因食素食的。啊！你家己感觉个，你感觉感觉，甲中昼咱食完了后，感情也拢无开来，人做代志。有啊，人半晡啊，佫有点心，人佫互伊食。对嘛，拢有变巧的方法啦。你看牛安尼拖只重，人食啥？食草啊，对哇。哦，你这年几年来，你要住几十年啊？吼，上人说入我们不贫，出我们不富啦。你家己佫是一个头家人，你对钱看待有甚物无同哦？尤其领导因三个拢懂啊，对钱的剖析啦，对钱的这做生意小的代志啦，啊，有够用得，有够用得，哦，俭俭啊用，素食八分饱，两分助人好，尤其无啉酒啊，钱拢清醒起来啊。只要一个月完税开无偌济钱啊，较早你来看一个一两万块嘛，去开去，一人去两万外块嘛，去开啊。哎呀，不敢讲，所以讲哦，真正啊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阿妈像你讲的呀，要多多承担。对啊，吼，希望叔仔身体健康，叔兄嘛身体健康，家和万事兴，会当大过阿姐之前，好不好？感恩义军来给我们赞叹了哈，阿妈感恩三位金友团，谢谢哦。福气亮起来，需要大家当这来了哈，加油加油。